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再不疯狂就等死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要来锁定娃娃机台的直升机。娃娃机台里面最容易放的就是直升机这种音响，很好，这种巨炮喇叭，还有这种直升机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锁定这种直升机跟喇叭来加。到这种情况，卡在这边，我们就再找一次。像遇到这种站起来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用一只脚去压它，对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就可能会松起来。